们，今天呢我会去到北海拍摄。那今天是一样啦，他的日常的工作，然后现在呢是下着毛毛细雨的，然后呢特地去到北海的 Unimax， 就是 Flow 1 Plus 的双向生风空气净化器那边他们店铺呢去拍摄的。然后等下也会给你看我今天一整天的工作日是怎样的。Let's go， 来到 Unimax 这里啦，就是要拍摄的地点。就是这一台 Flow 1 Plus 的空气净化器，双向生风的空气净化器。然后你就讲什么？你看你能讲什么？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跟肺部，尤其是对小孩子发育非常不好。就来到小孩。Flow 1 Plus 有四个特点。第一，它是用自 HEPA filter medical grade， 有效过滤 99.9997% 的 PM2.5， 那里面还。就这样结束我今天一日的工作拍摄啦。刚才呢还有去到拍 house 的，就是拍屋子的scene，但是那一个景呢没有capture 下来，没关系，下次呢再带大家去看我拍别的工作日的时候呢是怎样的一天的生活。 OK， 然后现在呢就要开始又要开始塞车回家了啊。你们看一下，又在塞车，然后不懂再塞到几点才能到家啦。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一整天的生活工作 vlog 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